路边看到别人种的花，唔通乌白板，因为爱花人士无经意来板掉六朵花，煞被花主来要求赔偿。天天听到野花唔通办，惊受伤害经济，但是路边的干花嘛是袂当办。嘉义市一名爱花人士骑机车经过家户门前，有时真花盛开，古水佳人嘉义，心想要早登去厝里边看客厅，随便办了几蕊时真花，放伫车篮内底离开。哦，男子的部分哦，他是讲，因为他本身喜欢花卉，看到时种花的话，他爱不释手。啊，所以就忍不住给他摘取，之后放在客厅里面当观赏之用。而且他认知认为就是摘取的话不算是窃盗。哦，他认为就是直接就是路边的野花。只要会主人伫整理花盆时，发现植栽时真花有被万过，伊用心栽培花，相当的唔甘。当他的整个的用心经营的一个花圃的话，全部毁一旦。哦，他心在淌血，他认为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抓法的话。哦，其实的话不是一个正常人所为。哦，另外的话，摘取他的松花也没有经过哦他们的同意。无经过同意，办别人种的花是属于窃盗行为。有的人会认为办花并无违法，充其量只是道德层面的谴责。其实不是安尼，这也是刑法所讲的窃盗罪类型，请民众爱有这款的认知，以免因小失大误导法网。新闻陈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